颖 SpeXial 偉晉风田尬歌失败凯乐爱的秀秀风田左偉晉节目中尬歌图八大2018年4月6日八大娱乐百分百推出全新单元 TOP 石榴音榜，让观众可依不同的主题类型，透过官方 APP 投票，选出最想听到的歌曲。在近期即将登场的美听 Hi 排行榜中 ，SpeXial 的偉晉和风田一改平日搞笑形象，组成限定团体。大秀饶舌 RAP 节目中偉晉搞笑自称男版陈绮贞坦诚嘻哈并不是自己擅长的歌路风田需面对35秒内电完150个中文字的饶舌难题他们乐于接受挑战尽管彩排一次 OK 但在正式录影时仍因为紧张而出锤看见两人失望的表情凯乐则以出错的那次是最精彩的那次鼓励两人继续努力TOP 石榴音榜是针对各种音乐主题设计不同的歌单只要下载官方 APP 到一起揪活动专区中参与投票就能决定节目嘉宾演唱的曲目娱乐百分百7日晚间6点于八大综合台播出